掌声鼓励。表面掌声，你们胳膊肘都往外挑。好，觉得有人给我们鼓掌，使劲的，太棒了。好，现在呢，如果有人觉得春春她的表现更为优秀的，请掌声鼓励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今天真的就是难不倒春春了，因为春春的第一张唱片《皇后与梦想》就是卖得很好嘛。你现在有没有计划做下一张？会有，就是这个月开始收歌。哦，那今年大家可以听到吗？今年能够。好，多多的加油了。好的，也是非常辛苦。当然，今天呢，我们当之无愧要把我们的音乐模范奖颁给李宇春，马上给我们颁奖仪式。请允许我们代表娱乐任我行节目组向春春颁予音乐模范奖状。恭喜春春，还有鲜红的大红花一朵，荣誉大红花。好，请盛盛帮春春佩戴。好，好，好，现在一拜天地，没有鬼。好了，那今天呢非常开心春春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那希望呢春春能够在忙碌工作的时候保重身体，多多的加油，带给所有的玉米更好的音乐。谢谢李宇春，谢谢，再见啦。